呦，那是我的大帅，哎呦，见到你真歹货，你这个破工厂，身体阁兼各样，这种物件我看看哦，我这身材保养，欠的欠的，唔免撩油啦。我想看卖啊，恁祖妈嫁你偌久啊？哈，地油一地都无地，什么油啊？哈，五千呢？五千呢？五千呢？啊！我想看当初恁祖妈嫁你时阵，身材是胸肌六块肌，哪只嘛嘞？肯德基啊！能量比我哪正，搁水水，一天要多大坑？好好，无嫌你敢嫌我哈？拜托诶，较早我娶你的时阵，你的身材像葫芦呢？即摆是葫芦啊？即摆是葫芦，较早是粉葫芦，葫芦，即摆是粉化芦。哈，规个伊讲讲。你搁敢讲？我出去外口做生意，我安尼辛苦呢，八十岁，当然第一甲七斤半、九斤半讲话，你敢食什么醋啊？食什么醋？你无想看卖啊？恁祖妈当初是太水的呢，我号称台北一枝花，是恁祖妈无体验你才嫁你的呢。你想看卖啊？恁祖妈当初这三粒皮，卖死偌济人？对。讲到这三粒皮，你用隆重介绍这三粒皮的由来，看好势哦。这两粒炸起来，炸了吗？这粒叫做张惠妹，张惠妹单唱的啊。这两粒炸起来，剩这粒，剩这粒，这粒叫做蔡琴，蔡琴，哎，他这粒的。来，这两粒炸起来，看只上大粒的电影。嘿，你是啥？有看过电影无？对，你对出。电影《大尾罗曼》，David Roman， David Roman， 来，这个受助啊啦。好好好。大汉，你着高干点就对啦。当然。啊好啦，你受